大家好，我们是金刚战士。我最喜欢黑色这个角色，那我后面那个是小绿，小绿，然后小红、小黄、小蓝跟小粉。Help！ 说说你们最喜欢哪个角色好了？喜欢小绿的呢，请在下方留言。小红的呢，一样。小黄、小蓝、小粉，请在下方说出你最喜欢的角色吧。OK，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其实是要介绍另外一个伙伴。他其实，在电影里面叫做战龙觉醒啊，那我们其实都叫他金刚战神啊。金刚战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只的机器人啊，它是由五个机器人所组成的。我先把它叫出来，然后看一下它的外观好了。OK， 然后我把它的血量用到最大是10000啊，先弄到最大好了。那它的武器我就先选一般的好了，然后重生啊，重生 ，yes， 出来了。我看到超大机器人在我身后啊，后方那个机器人超大只啊。然后我先看一下它的样式好了，上面这个蓝、这个红色的呢，应该是霸王龙啊，霸王龙。然后粉红色是异手龙，哇，那像老鹰一样，异手龙。然后蓝色是犄角龙，这个犄角龙吗？好啦，犄角龙。那黄色是长毛象，不是长牙虎啦，长牙虎，我讲错了，长牙虎。你看，哎，它牙齿好长哦，哦，长牙虎。那黑色是长毛象，没有看到尾巴，但是 OK， 它叫长毛象，是不是超大只的？我们等一下来操作它一下好了。我先看一下它走路会不会怪怪的。哎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。它跑步点真的很怪，那可能因为脚太大了吧，移动出来就是超级怪的。它到底拿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把武器放下好了。OK， 它这样子比较正常一点。这个走路的方式真的很好笑哎！哇，这太阳好大！我们去路上走一走，晃一下。我先叫一台车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塞下他的，他不知道可不可以坐上来啊。哎，这一台好不好？这一台，哦，他该不会真的要坐上来吧？他可以吗？他就这样直接坐在上面啊？他有事吗？他，这好笑哎、欸。太蠢了，它的翅膀都不会勾到东西啊！感觉后面很笨重，要翻车了。Oh no！ 我们到山上去好了，给它放风一下。这里太小了，不太适合它、啊。我们标一下路标，到山上去。OK， 这样应该可以。过头，过头，过头。好，我们走。我们倒车一下啊，坐稳啊！我这路途遥远啊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想转弯，它都会晃来晃去的，很怕它摔下去啊。金刚哦！哦，金刚！哦，哇哦！它快翻车了！哎、欸，过头了，过头了。OK，
我们快到了，我们左转了。它挡住我的视线，我都看不到前面的车辆了。甩尾啊，甩尾一下，喂，哇，还行还行，重量还行啊，还行，它的不会太飘啊，啊，如果飘的话，可能就翻车了吧。哦，前面有什么啦？前面好像有车子啊。哦，我以为它会勾到树，还好没有勾到树。OK， 我们快到郊区了，这样子应该就比较好走。上去，哦，哎、欸，不要，啊，掉下来，哈哈哈哈，小绿跟小蓝摔下来了。来来来，上车上车，走快一点啊！OK， 哎、欸，后面那台撞我，我们从这边上去，哦，他居然不会掉下来、欸，好厉害！这样爬山呢，还很，我以为会很吃力、欸。OK， 我们到了，下来，都快天黑了，哇，这个加入这个飞弹模组啊，然后它可以飞。还可以升降，然后还可以发射飞拳啊，我们先把这个敌人改回来哦，就是他可以攻击我。Alert, we have incoming. 四颗星哦，再加一颗啊。啊，对，他只有四颗星哦，真假的？好，我们先准备进行攻击啦。哦，三颗飞弹连发哎！哦，飞起来！还可以锁定吗？哦，我已经遭受攻击了。哦，飞弹。锁定，发射，咻！哇，超帅的啦！哇、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切换机关枪啊？算了，这个飞弹也可以啦，其实。锁定，咻！啊，这战斗机在下面呢、欸。发射，咻！奇怪，这瞄准怎么这么的差呢？哎、欸，我用 K 的看看。喂，你再让我打一下人啊！先把这个车干掉！冲啊，飞，金龙飞拳，咻！奇怪，怎么下来啊？上去下不来了。哎、欸，到底怎么用、啊？已经被围殴了、啊。啊，我知道了啦。怎么上去？怎么下来啊？怎么飞了就怎么下来？哇，火力非常强大，喂！哦，哇，打得我满地找牙，翻来覆去的，哇，这样我很难发射啊！发射飞弹，哦，哇，被翻过来打，我可以，应该可以发射。OK，
直升机打下来，他太烦了。瞄不到他、啊，攻击人生，这样怎么瞄啊？这完全挡住我的视线啊！坦克射出来了，哇哇，我被扫射了、啊！哇，近战得快，不能打的哟！飞拳，金刚飞拳，哎呀，我翻车了！哦哦哦！你坏坏！哇塞，我损失惨重了。喂，我、哦、哇，呵，不要死在这里啊！哦，我快爆了、啊！这个直升机太麻烦了。哦，高中差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些不在空中啊？是我错觉吗？这个直升机真的是非常的恼人啊！来，我来教训你。哎，哪去了？感觉他比我还大只哎！哦，知道我厉害了吧？不要欺负金刚战神 ，OK？ 好，准备下去了。哇、哦啊！哇塞，就这样坠落了。哇！坦克车可以举起来吗？不行，不能举起来。发射飞弹，先把它锁定住，然后再发射。哦，翻过来了。哇，好，我们先逃离这个地方。我觉得我要挑战更厉害的家伙，这些军队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啊。哇、哦，一四万马上被打了，我先逃离这里。OK， 金刚战神这一次呢要跟绿色蜥蜴对打，啊，重申一下啊，召唤绿色蜥蜴，准备跟他对打啦。他在哪边啊？绿色点点上面。哦，他在我另外一条街啊，我来找他一下啊。来找你了，你要走吗？警察不要来乱。好，准备起飞啊！我来找你了。哎、欸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哎、哦欸，下面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来 PK 啊！我有飞弹啊！你有什么？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哦，他居然不会抓到他、啊，来抓他一下！把他打！哎、欸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下来陪我玩！来，我来，我下来，我下来！哇！喂！哇，这只蜥蜴，来啊！欸、为什么我都打地上的车子啊？我要打他啊！啊，他骑在我身上啊！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！哦，配合一下吧。啊！哇、啊，他踩我啊！啊，走开，走开啊！别闹了你！哦，他踹我！哦，这警车很烦呢、欸。哇塞！这个角度看他还蛮好笑的。哦，被踹了，被踹了！不能乱笑他。为什么他不会叫？明明就有放声音在上面。哦。哦，他也翻车了，去哪来 PK 啦？你想去哪里 PK？ 不来啦！喂，打不打不打不打！哦，他倒了，快踹踹他踹他！他去哪里了？
别告诉他穿墙。哇塞，突然出现了。哦，感觉他很猛啊。想去哪？想去哪？怎么我走路的方式跟他一样？啊，我没有改三十啊，改三十多快啊。30。因为这样子跑步应该就比较正常一点，比较 OK 啦 ，OK。哇塞，你会跳哦！我怎么知道你会跳？来，喂、欸！哦，还好机枪那个扫射它，减少它的血量。哎、欸，哦，它却跳起来踩我啦！哇，它怎么看起来比我还大只啊？哇，我倒了。欸、我卡在那个货柜车啊，爬不起来了。过来，呵呵，那个超大巨无霸怎么打啊？瞄不到人啊！直接飞起来发射飞弹打他，飞弹直接穿过去、欸哦，这不科学啊！你怎么打？哦，你也跳起来，我在这啊，你去哪里啊？哇、哦！脚好怪、啊，哇，他跳高啊！哇，这个蜥蜴还会跳、啊，哇，哇塞！金刚飞弹，咻咻咻！可以穿墙，穿墙了！哇，居然不会瞄，哇，射击飞弹啊！哇，他把车举起来了！啊，我这边看戏就好了嘛，真是的，这么多飞机在打他。啊！乱丢东西啊！哇！跳过来！哇！哇！哇！要跳上来了！哦！你是怎样打不到我，就是跳来跳去就对了。来呀、啊！抓我啊！来呀、啊！这个怎么打？哎、欸，瞄到上面头部啊！发射飞弹，咻！打他车子了，奇怪是怎么瞄？敌人车吗？敌人车也看不太到啊！哎、欸，哦，这个真的超难瞄的、欸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视角关掉，试试看敌人车射击。先把它关掉，这个，哇，顺便下面车炸一炸。啊，我先把它关掉 ，remove， 然后换低人声。OK， 低人声就比较正常一点了。可是，哇哦，这样比较爽，低人声就看得到了。OK， 这样应该可以瞄到它了。我先把这个直升机干掉。瞄可以瞄吗？这样根本射不到啦。哦，你去哪里啊？蜥蜴哥来，要走喽，是我拳头。打不到，飞弹都飞出去了。哦，这完全射不到人啊！不会在下面吧？哇，他拿东西丢我啊！你有那么生气吗？哦啊，我打到警察了，警察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在帮你打怪兽啊！哇，怪兽！哦，怪兽，还要跳过去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哇、哦！跳来跳去的是怎样？哇！我这完全找不到人啊！哇、哦！你别再跳，你别再跳了，这个地球都快被你踩坏了。哦！奇怪，这到底要打哪里啊？下方啊？看你下盘看看。哦哇，这个直升机好猛啊！咻！轰！哦！哈、哦！哦，五颗星的啊！我打车子好了。哇、哦！翻滚 ！Oh my god！ 哦！朝我过来了！哇、哦，他好大啊！他踹我了！哎呦！翻滚！快！快！越过这里！啊！我卡住！卡死脚啊！
卡视角。哦、OK， 我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喽！好看第一人称这样子飞在这边，你就打不到我了吧？看你这边围殴，哎、欸，跳过来了，哎、欸，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哎、欸，人呢？在我下方啊！哦，这个很难看，在哪边啊？但我超难瞄他的。哇！射到人了，还快！哇，正面对决，去哪了？哦，我被打飞了。人呢？跑哪去了？我在下方。飞弹来了，飞弹来了！咻咻咻咻咻咻！哦，对他完全没有伤害，就直接贯穿。这不合理呀、啊！哇，行不行？我觉得这个跟踪飞弹还是打车子，你要抓起来丢嘛？那台车，我看到你把车抓起来了。把你把直升机砸了，我在帮他哎、欸，拜托，不是我应该把他，哎、欸，不是我应该跟他对决的吗？怎么我在帮他打警察，警察车都被我轰了，哇，哇，真的，啊，我帮你打警察车啊，居然打不到你的话，我操！金刚飞拳，这个直升机真的很烦，我把你打下来，你不要动，你这边等我。哦，这是在扫射啦，扫射什么啦？我看不太到啊，挡住我啦。喂，让开一下好不好？让开一下，让开一下，你这样子我很难移动啊。好，我知道你很强，我很强，我完全打不到你。哦，要骑我身上啊！啊，破图了，破图啊！天哪，他坐在我身上了！天哪，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呵呵，我完全没有攻击的能力了。准备起飞，准备起飞，起来！哦。啊，我们就只能观战了。这个完全对他没有攻击的能力啊。然后现在反而被警察通缉了。你真的下来吧。哇，好了，我们这个实况到这边。等我发现有更好解决他的方法，我再泼上来好了。那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呢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！我们下一集再见。